凉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唐首席死了？陈素兵，眼下谁都救不了你了。说什么天魂和中枢破受损都是屁话，居然还冤死了仙门丹脉二长老。即便二长老将其误解为命魂受损，也是本尊炼制的还魂尊丹给他续了半年的命。楚君，处死。